前面有好几层东西，需要考量的东西非常非常多。对，就比如像做吉祥物的时候，我们贴了将近1000多个熊猫。哇，那1000多个熊猫就是告诉大家不可以这样做，因为有人做过了，所以我们要在1000之外再去创新。哇，